他就直接对着他就说出了你们的秘密计划。是，你先出来一下，会少开个会。你有啊？啊，干嘛呀？别这样。给他洗个澡。你在干嘛呀你？不是，拿那个桶，那个不是很大那个桶。哦，我们一把那个水接着放在那个门口，然后他说吃完之后直接把淋他身上，把他塞在那里。哦，是不是那种？就是，不是那个。就是把他抬起，往里面放，然后后面还有千根，男人都把他的桶了，你头找地方有啊？比如说他什么在南岸被绑的，睁眼过后在江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你那可能那会我们这生日 party 如果明天早上七点，明天我现在把他绑回哈尔滨，两天一夜野外生存。你明天直接把他绑上飞机塞行李箱里，跟我走。行，他也在江苏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哦，我想对了，这是什么呢？说啊，我们分两批人。先四个人，说我们要去四排上厕所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是去给他搞一个什么，就相当于给他买地址嘛，然后说过去说好，让蛋糕给他推进来，然后具体怎么样，我们就再想一想。我举牌，我去举牌，我也想举牌，我推车。那就这个吧，这个套鞋吗？我觉得这个帽子就很秀。我们选好了，首先啊，上衣是这个。非常的简单，对，睡衣，这是，然后这是裤子，然后裤子呢一定要搭配一个一双非常时尚的鞋啊，我们要挑选这双鞋，非常的时尚啊，非常的时尚，然后这是他的帽子，懂了，这是他的披风，对，披风，哇，然后这还有两朵花作为点缀，哇 ，original，yes， 这就是我们的思想理念 ，yes。草原风格点缀，大师心意，先表示你好，
这都没吃饭吧？我们上厕所，我也想上厕所，我也想上厕所。还假上厕所，我上个，我上个，这儿都是热汤。哇，上厕所啊，水不多啊。你不上啊？哎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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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拉？哦，一个人拉这么大一堆啊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什么玩意儿？拜拜。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说拜拜。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。哈哈哈哈哈！本尊呢？本尊呢？哈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嗯嗯，哎呀，是那人生日礼物没有那人请来，叫左航吧。如果是左航怎么办？这个，这边请进来，盲人请睁眼。叫老狼，老狼老狼几点的？老人请音乐，猎人请睁眼。这好吗？不坏的。猎人请睁眼。这是一晚上死。他死了。你听，你要有什么？你这么一说，我该怎么说呢？我再也不说了，我就想为狼队得一个机会，狼队的朋友们，请给我一点努力，请给我一点鼓励。我是演员，我是演的玉涵金喜。好，然后明天我演穆志成吧。你上不了投票。Stop。谁？我是运家，我准备往上给朱志新发的超超，在我手来看，在我手来看 ，stop， 哎，把他身份给我 ，stop，OK， 在我手来看，这个游戏已经 game over 了，已经 game over 了，三匹狼 ，OK。张俊豪一匹狼，朱若曦一匹狼，张震岳一匹狼，漂亮啊！哇！真的猜对了，猜对了，真的成功了！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是因为一晚上能演三个月长，不是，太狂暴了。我怎么认识我？因为我成了，我们是自爆，我们是自。我也不知道这个游戏是不是太牛了，超预判，超预判，可以，越加越查验，觉得真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应该是这样，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四匹狼，是，平民，如果有人不相信他们几个，别选择。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呢，拉倒，随便去吧。爱玩不玩，给你们留条生路。昨夜呢，就是死了一个人，张俊豪。发动技能吗？发动。主要是他这个狼太明显了，我觉得带着有点没有面子。你居然觉得带我没有面子？哇！三个是超级查杀，你是猎人吗？啊，对，是你查杀，猎人带查杀，猎人带自己的查杀。我这边就是一张名牌，我前面也没什么神职发言，我一张小白板，我啥也不知道，我只是平平安安稳稳的睡过一觉。我其实是一名女巫，我看大势已去，你往我制毒了吧。我名牌。我平民牌，
我真平民。我以为你首先苏亮给我发茶商嘛，我肯定不站他边。然后张泽宇我也不是很相信张泽宇，我现在肯定是跟着张吉走，跟着我走，好吧。反正这两个我都不信，因为仅会站张杰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当时那个情况，三运只能投给平民九，然后我这边是张敏，我是仅下的名，好吧，然后我这边是跟张杰，然后苏笑我肯定是直接当狼打，然后张泽宇我也，但我也不信张泽宇，好吧，过。首先，苏俊浩他是一匹狼啊，他说张俊豪、朱志兴和我是三狼，然后张俊豪那人死了，还带走了我的金水。我是很不理解，然后明天我还是夜幕之城，好吧？今天，你们要不放心的话，可以两个，那明天女巫可以赌我们两个一个，然后狼肯定会遭遇严家嘛，对吧？然后可以两个都留，可以两个都不留，反正听张吉说话，明天我还是夜幕之城。我预言家，超宇，不是。我明天晚上居然张泽宇，那张俊豪，他是我大弟了。但是张俊豪就跟我一样，都是这个不是很会玩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失灵了，失灵了。先说一个，我觉得，哎呀，不能不英文了。我觉得这两个先留一留。朱志兴呢，不费我留，我就等你了。哇！我被我投给那个警徽的人给骗了。天黑请闭眼，狼人请睁眼，狼人请杀人。好，狼人请闭眼，预言家请睁眼。这是好的，这是坏的。他是这个，预言家请闭眼，女巫请睁眼。要用吗？要读吗？天亮，请睁眼。朱俊，我的女巫牌，好吧，昨天晚上都急死了。然后。还剩瓶解液啊，还剩瓶毒药。今晚我可能就会死，毒药就先用了，就看场势形势怎么样，就带一个人走。我很高兴，我还是能平平安安的睡过一觉啊。然后我不知道张队给我发了什么。现在呢，在我看来哈，他呢就是一张女巫牌，好吧。然后苏信浩、张泽宇两个必出一个。其实我才是预言家，我苟了两个晚上就是为了看清楚你们的感情，我苟了两个晚上摸到两张茶商，其实我是预言家，谁？我摸到两张茶商，一个张德宇，一个苏信浩。你不用摸，他们俩超预言家。真的，我都不知道他们两个在想什么。I'm the best。我昨天验的木子城是我查杀牌，然后我不知道警长能不能信我，反正今天我是，我今天可以，我今天投你还是木子城？你投我吧。好，我投你吧。一会儿你肯定说验我是查杀，对吧？别投啊，你们两个互投，狼人就赢不了了。我是查杀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也知道。我昨天真的，我是预言家张泽宇，张泽宇至少救了他，但是呢，有必要吗？但是呢，他，我知道，因为张泽宇他选择的这个人，不管怎么样，他肯定，因为我上场说了，我肯定要给他查杀，他然后刚好这个顺序刚好也是从这边走的，所以他到他这个位置上，他肯定会说啊，我肯定会跟他发查杀，然后他在博取你们的信任，然后你们再投我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必要。有什么可信度？我觉得，像左航那种呢，就是感觉就是精神有点不是很正常。世人皆醉唯我独醒。就是一会跳，一会是感觉有点人格分裂的那种，一会跳成预言家，一会跳成那种平民，一会跳成那个什么女巫。所以说他基本上应该不会是那种那个狼。来，游戏继续。天黑请闭眼，狼人请睁眼。预言家请睁眼。我想一下哈，他是这个。喂，女巫请睁眼。你要用吗？想一想再用吧。不可能，没开 WiFi。天亮了。
我一人连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